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谦。今天呢，我们又要再来玩一点卡林巴啦。没错，卡林巴好像很久以前呢就没有再继续玩我们的卡林巴。有非常非常多人说，希望我可以继续玩卡林巴这款游戏。其实我不是不玩它哦，其实是因为卡林巴这个游戏本身比较难，然后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玩。那我这个人呢，最近心灵比较憔悴，所以呢，玩起来呢就会比较有这个失落感。不过没关系，我们现在呢又要继续玩我们的卡林巴了。那大家也不要担心，我以后会在每个礼拜一跟四晚上七点准时发布一支卡林巴的影片，直到这个系列完结。那么在这个系列开始之前呢，一样的要请大家，如果非常喜欢这个系列的话，记得帮我点一个喜欢。如果想看到更多卡林巴的影片的话，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那么我们继续我们的卡林巴之旅。我们现在卡林巴之旅呢，左边这半块目前已经玩到了 58%， 右边是 0%， 因为我们还没有玩过。我们好像玩到了第十几关，对不对？不过没关系，我们就继续往下吧。好， Some enemy are just a big deal。 好，干嘛？已经开始了，太快了吧！等等，都还没有时间可以让我就是熟悉一下这个东西。好好，赶快来！呼，好，没事。啊！啊！可恶！我其实那个蓝色的算是有点 bug 哎、欸，他居然可以过，好，我们过来了，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很久没见了，他一点都没有想我的感觉，好，我们这次换色哦，我想一下要怎么色，好，到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我们稍微把我们的，哎。吓到我了，我也死了。嗯，感觉到目前还为止这一关好像没有想象中的这么难呢，还是因为我太久没玩了。我们等一下这边再换个色。好，好，应该要 OK， 好，出来了。我想一下这边怎么过。我们这边应该要有点距离，我们不能太近，就是对，好，我想一下啊、好啊，瞧了这么久，哎，那个红色可不可以再过去一点点？好，没关系，好 ，nice。哦，好，我知道了。跳上去的瞬间要把它换掉。很久没有折磨我自己的脑力了、哦，不错，还行还行。嗯哼，好，走这边。好，走这边。这样可以了吧？我换哦！干嘛？我以为有成功的说，好，过来，啊，大的卡林巴，好久不见，这是什么？哇哦哦！最肥的那种哎。跑啊！我现在已经吃到快40个嘞，我蛮厉害的、啊。哦，大的卡林巴不怕，对吼。我顶他们，顶你个肺！再来，我顶你个肺！哦，我真的是，好，我们这边，赞，恢复，喂、差点中头。我们这边要先。拉一个差距，然后才能过。
碰。好，好，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想追我门都没有。豆豆，不要不要不要！啊啊！不是大德在下面，踩死他，踩死他，踩他，踩他全家！啊啊！这怎么过？哎、欸！哦，有有有！别别别！快走快走！哎、欸、哎呦！快点快点快！不，差一点点。哎、欸，好，我知道这边怎么过了。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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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跳，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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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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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干嘛？走开！哎嘿！哦吼哦吼哦哦！不？哦？不？哎、欸，会不会太远了？可以拉近一点吗？觉得有点远。哎、欸、哎，啊、欸哦，忘记了，这是蓝色的。那边笑嘻嘻，笑一笑就死了。好，这边可以，这边可以。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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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哈哈哈哈哈！要怎么过啊？一定要跳到右边那一格，对不对？好，我知道了。要跳到右边那一格，要跳出去才能让红色的也过来。哎、欸，我不是已经按了不，全部重来。好，我应该知道这边怎么过了。不要紧张哦，他们飞得很慢，他们就只是几只小虫子而已。Don't worry about it, OK？ 我急着按呢，为什么蓝色的你也不起来啊？你脚是有受伤是不是？你脚瘸了是不是？啊？还是你要去看个医生？不要在那边跟我嬉皮笑脸哦。跳跳跳哦！我这哎，我很生气，对自己生气。为什么那个跳不起来？脚残是不是？哎、欸，干嘛？哦，完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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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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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好，没关系，少吃五个。完蛋了，啊，过关了，哇，还行吧，还行，17次，哎呀 ，Oliver，Oliver。还行还行，我们还活着。
我们不是一块木头了，我们终于不是一块臭木头了。下一关再来。刚刚那关真的太快了，我已经就是有一阵子没有玩了，然后他居然一下子就给我来这么刺激的。OK， 等一下我要吃上面那个，那个要怎么吃？那个怎么吃？那个吃不到。哦，知道了。啊！笑死！哎，干嘛？哪里？哪里过来？要先把这个弄掉。哎，我要想办法用出时间差，对不对？要让他两个人的那个距离时间再久一点。可是要怎么样？哦，让那个胖的在上面，对不对？这个太短了，所以要让胖的在上面。哦，好，我知道了。从这边跳吗？靠，我真的是 God of the Cutting， 哎呦，打完了。这次不是逃跑了，怎么办？我想先把这些东西吃一吃。我想一下哦。所以这边是这样过吧？这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等一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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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稳住，稳住，我们不要被他的这个稀奇古怪的长相给吓到了。他不过就只是一个。图腾怪，好不好？萨满是吧 ？Shaman， 甩 like 哪个 diamond？ 不是，他要吐到什么时候？啊，我要踩他头上。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刚才在看，到底是要怎么样？没事。等一下，nice！ nice！ 哦。呵呵，他是瞄准我在射的。哎，干嘛？
先把一边踩下去。哦，这边有一个 trouble 要先解决，好吗？哎哎，走开！小 trouble 而已，小 trouble， 小 trouble， 你、看来我蛮强的嘛，对不对？海浪滔滔，我不怕。只是一团黑雾啦。哎呦！来又来又来！哎呀！哦，这个难，这个难。他直接冲。好，我们先把一个脑袋给踩爆。死去！不不不！先把一个脑袋给踩爆！哎、欸，哦哦哦，那个，那难过，那真的有点难过。我们直接过来。不行！哇，那怎么过去啊？哎、欸，过不去、欸，好烦哦、喔！我不能在这边一直死，不行，我们要 hold 住。想一下啊，又来了，每次都这样。哦。明明就过得去。成就解除者第一。我们只有死十次，不，我们没有金色了。耶，过关。哇，有翅膀嘞！下一关 ，Apparel。左边是什么？我们换了，一个紫色，然后是什么？绿色吗？长得有点搞笑。哎、等等等，怎么往上飞？OK， 哎，好猛哦！原来是这样，这样，我知道。但他也会，就是有点太重，会往下这样。哎、欸，这个帅，这个帅，这个帅。阿、啊、根，应该怎么样？可以慢慢飞下来。呜、哦，好可爱哦！他会这样。拉着我们呢，有翅膀的。哎呦，知道这边怎么过吗？教你们，弹上去之后换，然后跳，有没有？好，我们等一下滑翔喽，各位同学们。
滑翔，哎呦，滑翔。他们眼睛还往下看，哎呦，哦，差点消失不见。怎么办？这边怎么办？不，那怎么过？哦，让他在。哇，这怎么过？嗯？哦，我在干嘛？我在干嘛 ？OK, nice。啊，翅膀不见了。哇哇，换黄色有翅膀了吗 ？OK, nice。嗯，不要。等一下，等一下。我干嘛让他回来？我们等一下应该是要过的吧？哎、欸，太难了，有点hold 不太住哎、欸。会有点神经错乱，不知道要飞哪一边。好好，上面还有两个，我们把它吃完。Okay, nice， 滑翔喽，各位同学们 ，Go！ 啊啊！不够高，再一次。不够高，再一次。好 ，nice。我看一下啊、喔，那边右边应该是要走。右边，不。哇，那边有东西，那边有东西，我一定要过去，我一定要过去。我们再一次，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不要被吸进去了，那是黑洞。Nice， 过来了，哈哈，印章关卡。请说。哎呦，挖耳朵，吓死了。Quiz time。Push A if you agree, push B if you disagree. Ready?Is Hobear the greatest video game bear ever? Correct. Does walking around indoors? Yes, that is correct. Do you think quizzing is less fun than playing? Your answer is incorrect. Really? 什么啊？完蛋了！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哎呀！等一下，这我到底要吃什么啊？不不不，哎呦，这个超级难吃，我跟你们讲，真的很难吃。哎，这就是，这要很灵活的一直去换我的那个小伙伴呢、啊。这样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然后才可以吃到很多东西。不知道吃多少了。
下来，换个地方。哼，真的。等一下，等一下！啊，不不啊！可恶！不，我的天，这真的是有点难。OK， 我们熟能生巧啊！别别别，先走，先走，先走，危险，那边太危险了。十五个，好，我们过关了。别挡路，不要挡路，拜托，不要不要。好 ，nice， 呼呼，啊哈 ，win。Aren't they great? No, no great, no great. Game where you just have to control a second character. Almost have this. 好了好了好了了，听他讲完废话了。No great, no great. 下面阿贵龙博贵。啊，继续我们的旅程。我们这次有玩到一个特别关卡。啊。快滑、啊！嘿，哎，这样，哎哎呜，不，不是，等等。是故意的啦，我是很想要。嗯，哦，好，恢复了。OK， nice。啊。那个金车是什么？只吃金色吗？走开！我不要给你们吃。哎、欸，为什么头撞到啊？头壳给它弄掉啊！真正是啊，绕亏啊啦！你有看到上面那只黄色的手？你看我往左飞的时候，它右边会转比较快。然后往右飞的时候，左边会转比较快，超级可爱的，你们有没有看到？快点告诉我，你看他的手旋转啊，无敌风火轮。我觉得有点，我觉得有一点不太，不是很。这样怎么过？哦。没有怎么过，跑就对了。哦，哦，哦 ，nice！ 我的 God of the Kalimba！ 哦，哦，69个，不错，我们只少吃到一个而已，吃了7只。哎，哎，我们真的越来越强嘞！有没有？我就跟你说，你看他没有把我们震开，欸、猛欸，厉害哦！谢谢你。好了，那我们这一集卡林巴差不多就到这边。我们玩了3关左右，不过后面的关卡应该基本上一次也不能玩太多关，因为其实它的这个关卡难度是有上升蛮多的，对。比起前面的关卡，应该是比较难的，我需要去靠这个反应与那个动脑
去解决这个关卡。那我们这一集卡林巴就到这边了，不要忘记我礼拜一和礼拜四的晚上7点会准时发布卡林巴的影片，直到这个系列结束。不要忘记在这支影片底下帮我点一个大大的喜欢，也别忘记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才可以看到更多有趣的影片哦。那么各位，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